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9号，这个节目呢是提前了，不再在1点钟是播出，而是在12点半至12点9之间呢就可以是推出的了，所以请大家呢是可以将看的时间提前一点了。那我们看今天那个市那里这样，哇，都不用想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一讲这样的时钟就有人就会想了，原来在11月19号，即今天啊，或者在昨天这个11月18号之间这个夜晚呢，你知道夜晚是会18和至19的嘛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有一个是这个600年以来最长的是月食。那一些用天文学去炒股的朋友呢就说月食啊，月食啊。